啊！啊！给我搜！我不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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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了！啊！疼死我了！啊！不行！我看看。不快快快快！快止住！哎，你按一会儿就行了，按一会儿，已经快止住了。你看，快止住。这还往下滴呢，这叫快止住了。它那个鞋已经开始叠了。你洗一下。喂，爸爸，我压到屎。哎呀，臭死了！还你拉的屎，走开。你也没用呢，要用水拍额头洗一下。止住。哎，洗，怎么去躺一下？止住。快洗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最近又流鼻血了。没事，这人那么斜点。哎呀！擤不出血块了。先用水洗啊，怎么不用水洗啊？你多用点水洗啊。已经洗好了，止住了。怎么就流一滴就不流了？这个鼻血流的好奇怪啊。这个鼻血流的好哎。好，流鼻血还好。不耽误我的看节目时间。看来我这已经进步了，有抗体了。张可欣说他有一次长过水痘，之后呢，有一次在医院检查时又发现有水痘，可身上没有一个水痘，结果医生查出来他有抗体了。哦啊，哎，这个就放在这里啊。丢丢，你是怕是没让你老妈练练？哎呀，别看那是妹妹拉臭臭。大便。我拍个视频给我熏死了。爸爸。嗯。我今天只流了一滴血，只需要吃一点点猪肝就能补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妈妈煮的炒猪肝很干很难吃，我每次都是挽就是那种挽着笑容还算孝顺的说啊真好吃，哎呀一点都不好吃。一点都不好吃啊？一点都不好吃，我一直往里搬、哦、碗里夹猪肝，只是在那里做做样子、哦、实在是不好吃了。梅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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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欣欣说你煮的猪肝不好吃。就你再说一遍。给妈妈说去。你妈妈呢？啊！啊！给我搜！我不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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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了。啊！疼死我了。你说过你我要养狗，那狗狗肯定也会坚持我的意见，也咬你。我的妈呀，你我比狗狗还厉害是不是？你这样的咬爸爸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，你这个小孩子。疯？那我下次我再也不敢告你状了，你这样咬爸爸。不告状了。爸爸，叫我奶奶家。怎么啦？爸爸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起来咬了。你能不能对我说话温柔一点？